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即可追踪我 IGFB 还有 Twitch。好，然后顺便宣传一下大师的 YouTube 频道的 LINE 社群。那有什么实况，我是新上片的影片啊，都要发在那个 LINE 社群里面。那底下的资讯栏跟影片的右上角 QR code 都可以扫进去。好，然后我要亲自审核你才可以加入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游玩《守护者之剑外传：无尽的宿命》。我们昨天是玩到小镇被多拉蒙抓，然后到一个监牢里面，然后派出小丫丫休特去寻找钥匙。为什么还记得这个吴老大师的梗呢？不要再提吴老大师。哎，我没有输啊，你们，我可没有输啊。记得我们先逛一下这边的迷宫。好，钥匙在这里。OK， 音箱勾不到。因为这边的敌人很强啊，这边。好，这边有球球。好，我们要跳上那个球，我们先逛一下，搜寻一下迷宫。左边，哦，你一定没有看，你这是没看直播的，不要告诉他，大家不要告诉他。我是迷路了、啊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迷路了。要走到这里，对。我想一下哦，啊，我已经迷啊，我已经忘记要怎么走了。刚刚是左边过来的，上面呢？啊，这边死路。好，大家就这样了。好，我们要跳上这个球哈，跳。因为跳上去会变慢，走路会变慢，所以我刚刚才先不跳上去，然后再往上，然后我想一下哦，是往这边吗？你看超慢的、啊，好 ，OK， 然后就可以勾到了，囚犯钥匙 get。好，走了。休特，我们再逃出去吧。OK， 这边就有敌人哦，敌人不好打，我记得蛮难打的。没想到你有求我的时候，不过贬到新卡大人知道这件事情好吗？你可知道这无尽之钥与这猫耳朵的小鬼密不可分，就是因为知道他对新卡很重要，我才希望你保命啊！哈哈哈，你真的愿意冒险被杀的危险，贪婪地潜入那小鬼的心灵？是，而且我迫不及待啊！窥视人类的内心，是我戒不掉的嗜好啊！喂，你们两个恶棍在说什么屁话？可恶！嗯，是我，怎样？还想装我吗？
哼，又是你。又输了。你这小鬼真是很恶劣啊。可恶，放开我。你们两个给我看好他。元旦你的时间又到了。住手，你们两个。修特。呱呱呱。我不是修特，我叫天云，就是那个被江曼施法的木头人。这里魔物很多，我先带你离开这里吧。嗯，去换件衣服吧，这里魔物众多，你被发现了会很麻烦的。可是要去哪里找衣服呢？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打不开的宝箱，里头放有怪兽装。我有办法打开那个宝箱。如果你穿上怪兽装，就不会遭到攻击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快离开这里吧。OK， 好，天云加入。好，天云长这样，没有啦，他是被施法之后才长成这样的。好，他15等哈、哦，等级看起来是跟主角一样的。哇，糟糕，那我没有把主角练高一点哦。是吗？我主角20等哎、欸，对对，没有跟主角一样。我记得还有一招是雷电斩还是什么的，算了。状态装备，难得有一天不是12点开台，厉害吧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拿怪兽装了。不要穿上怪兽装，穿。你可以在帷幕里换衣服，可是这衣服好丑。完了，我就会被编台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今天的营收又没有了。我们要有健康的角度去看，然后就是走路很可爱，然后就不会遇到敌人了。可是这样有缺点，就是没办法练功了。呆，好，这样就不会遇到敌人了。我现在打不赢他吧？他很强。好，先打打看呢，看能不能把他打死。哈哈，零滴。20滴也太少了吧。我靠。打他应该只能用物理招式。还是打不赢，现在打不赢。
好，现在打不赢，我们重新练功一下再打。好，重新挑战雷电机关怪，这里吧。我们要打 BOSS， 等一下要睡觉了，这样对吗？好，是这样。火炮连击，然后延展狂放。好痛哦！加油加油！哎，真的哎，这么轻松哦！阵地斩，雷电炮，碎了。好，终于打完了。那这招是特殊技能雷电炮，雷电炮我记得是好像是愤怒技吧。啊，就这样打完了。雷电炮，哎、欸，还有一只哦，还有一只鱼。好，这只幻鱼其实可以不用打，但是我想打。可恶，你竟然逃出来了，守时吧。这只很强。这只很强，这只是真的很强。他没有穿的色色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这是艺术。应该是可以很快打死他了，我猜。虽然他血很多。60滴，他血多就算了，而且。而且今天只听说很少，我一定要把你打死。有，他有很多变成形态，可是只有放招式的时候。80滴，好痛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这只才是最大的 BOSS， 但是其实可以不用打它，但我就是想打。以我的补品应该是够了。
叫叫叫叫，可以的。血太多了吧。快啊，加油。你看我都练到34人了，打他打还打那么辛苦。完全没有看到他快死的迹象。血真厚啊！啊，没有了，没魔力了。想到我这次玩竟然打不死他，我不信。哎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！为了300的经验值，哈哈，好，就这样，幻鱼结束，打赢了。好，为了300的经验值而已，就这样，而且还拿不到什么招式啊。OK， 就是这里了，你往这里走就可以逃出去了。小镇。小镇。你振作点，我帮你吸出毒针。修特，修特，不要离开我。第三章放逐。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呢？不知为何，对你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
再见了。头好痛，这里是哪里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我记得我好像被毒针所伤，然后天哪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乖乖啊，休特，乖乖乖，好人啦，痒死人了。原来小镇你醒了、啊，哎，是你啊！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。对了，呜呜呢？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呜呜，他呜呜到底怎么了？你不要一直哭嘛！呜呜被陷害了啦！被陷害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天你回去之后，就来一只邪恶的魔物。虽然魔物被打跑，但呜呜却中了奇怪的毒。那一定是呜呜的母亲派来的。我们试了各种药方，呜呜都还是昏迷不醒。说不定雅克会有法子。雅克，你们好好照顾呜呜，我马上去找雅克医生。小珍，谢谢。人家是妖精，他没有露下体，好吗？他是妖精。OK， 这张到这边啦、啊。好、啊，我们一点把它破完了，不是破完了，一点把那个剧情打过了。然后我们要去找雅克医生，然后这边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太棒了！今天到这边，太棒了。怎么色色的呢？是你们的心想、心理、心态不正。好啦，那今天到这边啊。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两个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《守护者之剑外传：无尽的宿命》小珍与天允的，还有呜呜的游戏故事剧情啊！感谢各位。